干嘛呢？别乱拍，该上热搜了。晚上我们吃什么？妈咪单卡。没事没事，我有，乖啊，乖。嗯。抖音。抖音。不会是青春有你他们的那个，咱们就有请他看看是不是你们期待那个人，好不好？来，魔力开唱，转起来。除了 Lisa 和姐姐，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女生？我妈妈一样的女生，爱笑，话多，温柔。你也可以有自己的脾气，因为我们四川都是耙耳朵比较多，我就是耙耳朵用的。我妈妈说的。超恩觉得女生多少钱？抖音，大家都夸我跳得好，他不服气，要过来跟我 PK。一定就是这样子，铁定是这样。既然这么多人欢迎。